想不想奶奶呀、啊？特别想奶奶。有多想啊？特别特别想。这个帅小伙子谁呀、啊？啊，奶奶，这是我男朋友霍斌。不好意思啊，奶奶，我们来晚了。晚不晚没关系，主要是你很帅，你比照片上还漂亮。哦，奶奶，我们上车吧。好，走吧。上车，奶奶。哎，奶奶，您坐这儿。奶奶，哦，我坐那边。哎，慢点啊。好了，坐好啊，奶奶。哎。奶奶，我特别想你、啊。奶奶，你干嘛这样看着人家啊？看看我的孙女婿多帅呀！啊，哟，那我的曾孙子颜值就爆表了。奶奶，哪有你这样自卖自夸的呀？奶奶，你还知道颜值爆表这个词呢？嗯，您真长。霍斌啊，我的孙女我了解，她是个重感情的人。四年前啊，在大学里跟一个同学分手以后回来，去了半条命。哼，我是没见到那个混小子，我见到他肯定会揍死他。霍斌，你可别学那混小子啊，欺负我的可儿。你要是敢那样，我绝不放过你。奶奶，您说什么呢？霍斌对我特别好。那就好，霍斌呐、啊，也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。奶奶看好你们。谢谢奶奶。吃饭了，来啦！吃饭了，太可爱了！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奶奶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喽！坐坐坐坐坐坐坐啊，坐这儿，来来来，看什么呢？坐这风扇。哎，霍斌，你坐这儿，来，哎，坐下。这都是奶奶做的菜哟，来吃。奶奶，我自己来。来尝尝这个，那这个好吃。真是丈母娘看女婿，一看一喜欢啊。哎呀，别老看着我呀，吃，来，爱吃什么就做什么给你们吃，好不好？好。奶奶真好。奶奶，您这次回国，要在国内打算留多久啊？怎么，不喜欢奶奶？这么快就要撵奶奶走啊？没有，奶奶您误会了，我乃是那个意思。嗯，给您夹菜，您多吃点。我这次回来呀，还真没想这么快就回去。你说这么多年没有回来了，也想回来看看。再说了啊，我也得把我这孙女婿看清楚一点啊，要不然呢，我怎么舍得可儿一个人留在国内，是吧？嗯，我说可儿怎么做菜这么好吃呢？原来是得了奶奶您的真传。是啊，都是我的拿手好菜。霍总，给你女朋友夹菜啊，夹菜。可儿，这边菜你够不到，我给你夹一个。谢谢啊。来，你不是最爱吃鱼吗？哦。陆翔，你吃啊，是不是嫌奶奶做的不好吃啊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很好吃。哎呀，不对呀，怎么了？少一个人，丹飞怎么不在呢？怎么了？你和他不是好朋友吗？怎么吃饭没叫他呀？奶奶，丹飞出差了。奶奶，您做的这个清蒸桂鱼太好吃了，简直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鱼。好吃就多吃点，您这手艺简直赶上五星级大厨呢。要是能天天吃上奶奶做的菜，就太幸福了。这个好吃，多吃多吃。静静静静，我给你夹。你怎么来了？奶奶，哎，丹飞来了。
哎，不单飞呀，小心长越漂亮。秋南飞怎么突然跑了？谢谢奶奶。哎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你不是出差了吗？啊，对啊，出差了。这不提早两天回来了吗？您气色真好。嗯，来吃饭吃饭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可儿的男朋友霍斌。奶奶，我知道他，我们呀还是北清的校友呢。北清，你也是北清的？哦，是啊，奶奶，我之前在北清上过学。不但是校友啊，他们俩还是初恋情人呢。您说缘分是不是很有意思？隔了这么多年，他们又在一起相恋了。啊？你就是当年害得可儿失恋的那个混蛋？对，奶奶，那个混蛋就是我，要打要罚我都接受。起来，我有话跟你说，上楼去，上去。奶奶，上楼，快点。奶奶要干什么呀？崔丹飞，你故意的吧？我们吃的好好的，你偏要跑来扫兴。就是，跟苍蝇似的，阴魂不散。你出去。不好意思啊，上个月的房租我已经交过了，你没有权利赶我走。崔丹飞，你什么意思嘛？你明明知道奶奶最讨厌当年欺负可儿的人了，非得当面说出来。你们好幼稚，以为演一出戏就可以让霍斌回心转意，跟可儿在一起了吗？在男人眼里，事业可比爱情重要多了。可儿，我可以为霍斌放弃一切，给他事业。你呢？你能给他什么？够了。可儿，你和霍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没有复合，我这样做，只是不想让奶奶担心。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？真的不想让奶奶担心吗？如果你再这样继续下去，你只会受到更多的伤害。他发烧，连着发高烧，整天在那说胡话。奶奶，我看着心疼啊，我差点失去我唯一的孙女，你知道吗？为了逃避不再见你，他连好不容易考上的大学也不念了。他到了英国，每天跑步啊，一天他跑四五个小时，累得半死啊。怎么那么久都不下来？你不是爱可儿吗？这可是你接近可儿的最好时机。现在这个时候不做点什么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崔丹飞，我跟你不一样，你的爱情可以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而我不是。可儿是很喜欢你的，哎，其实我一直都不愿意相信你能干出那样的事儿。我这个当奶奶的呀，心情很复杂，我就是担心可儿她会再摔一次。你理解奶奶的心情吗？奶奶，霍斌呐，我这是第一次跟你接触，你对可儿的感情我是能感受到的。奶奶对你是有信心的，我就把我这唯一的孙女的幸福拜托给你了，好不好？奶奶，我知道了。